好，拍照。拍什么呀？拍拍我最后到底会和谁在一起。你的快递放那儿就行了。你的快递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放那儿就行了。你怎么？是你？我过来。我看你家半生都没等过，我就混进来给你过个生日了。快许个愿吧。他小我几岁，但是他真的特别贴心，就是有的时候不太成熟。那另一个呢？他嘛，不好意思啊，有事耽搁两晚。没关系的，我也刚到。你好，两位点什么吗？不用看了，全部都来一份。哎，别，太多了。要来。真不用。这是我这点心意。这是干嘛呀？不能白拿你同事的票吗？我得意思一下。都是熟人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有什么事非得要我去处理啊？好，我知道了，待会我就过去。真不好意思啊，演唱会我可能去不了了，公司有急事。啊，没事，你去忙。我待会儿让司机接你去演唱会，下次有空的时候，我亲自给你补上。他很成熟，事业也很成功，可是将来会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花心啊？没有，你站那儿吧，别闭眼啊。怎么会是他？他又是谁？哎，照片。小慧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就是张空照片吗？怎么了？没事了。客户都在催了，你方案还没做完吗？干嘛去了？管我！幸亏我提前准备了，用我的吧。你走得急，照片。路上慢点，我先走了。你为什么不说啊？说什么啊？好，你永远都别说。能和你做朋友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说了的话，我怕连朋友也做不成。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我不敢离你太近，离近了也不敢待太久，因为假装不在乎你实在太难了。你还在吗？你是不是傻呀？转过去啊。抱他呀。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，我们之间有太多回忆。我再说一遍，照片不能拿走，这是规矩。